我今晚不住这里了，赵莹。侯爷有何吩咐？把我的东西都搬回半月派。一路颠簸，你累了，早些休息。 欧公子，你无需有什么打算，都向我交代。更何况欧公子的为人，我了解。夫人，你这都连着好几日给侯爷做饭菜了，侯爷还是一口没吃啊。你说侯爷这么看重夫人，可是夫人送汤送饭却理都不理。侯爷伤口未愈，为何瞒着不说？ 明明是因为救我，伤才加重。回去吧。你要干什么？脱衣服啊。我说了，不用你管。怎么啦？侯爷害羞了？ 关注腾讯电视剧微博和微信公众号，提前解锁更多剧透。